真厉害，刘盈还指挥叫龙王大人，阿玉现在就叫起鱼翅哥哥了。我是青青的哥哥，我叫卢玉池。玉池哥哥，你受伤了，快睡吧。玉池，醒了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没事了。哎呀，青青姐，嗯，我睡了多久啊？我记得我去看了小狼崽之后，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有个哥哥。不是梦，我是有个哥哥，他刚远行回来。是不是尉迟哥哥？你叫他什么？尉迟哥哥。嗯，他告诉你他叫尉迟了？嗯，你哥哥都告诉我了。我猜他也是在尉迟镇出生的，所以才叫这个名字。啊，我小时候，我爹还想管我叫阿玉呢。嗯，对对对，他也是尉迟镇出生的，你俩真有缘啊。哼哼，龙王这招真厉害。刘盈还指挥叫龙王大人，阿玉现在就叫起鱼翅哥哥了。